有没有信心？我们是冠军，冠军，冠军！大家就这样上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参与，谢谢梅家得奖。市长要留步，我们是冠军，要来颁发的是我们前五名的部分了。我们一定是冠军呢。来，没有为什么我们这么厉害？在哪里？要有信心。我们是什么？冠军。对。我们是什么？来了，来来来。我们是什么？冠军！第四名，第四名是蓝心甜甜，刚刚你有看到了。恭喜你们了。各位现在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呢，我们这次的彩街活动我们得到了冠军。可以看看前面哦。OK， 好，来我们台下的先下台，再换下。现在是在彰化市火车站前面的颁奖典礼，彰化三百古城彩街区的活动现在正在颁奖。然后第二名的佛光山福山寺，请准备哦。好，没有，是不是？好，客人代表。好，来，向阳社区得到了没？有吗？向阳社区有吗？这里哈，好，这边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最后就是冠军，请准备，冠军队伍请准备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我们的。哦，我们的这个媒体报纸，好，报纸媒体们需要来拍一下，恭喜拿到第二名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恭喜，好，再来，我们有请我们这一次的古城彩街区冠军队伍。我们是超
恭喜大财神。好哦，准备好哦，来 ，OK 了吗？请看着我们前面的摄影师的手机。队伍赢得了冠军，恭喜！好，现场的朋友们，准备好你的摸彩券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来摸彩喽。冠军了，冠军了！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，然后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就定位了。恭喜了，恭喜了！好，小心哦，很重，可以看得出来参与的人很多。哇，市长，你们看到满满的摸彩券。好，那我们请市长帮我邀请好不好？我们要来这个摸彩咯。里长，我们的里长们，就是我们的团队赢得了这次彩街上台领奖的画面了。好，再来是。好，若想要得知最新的画面，继续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。还没有订阅的，请赶快按赞。